锅贴怎么卖的呀？锅贴，10块钱一两5只。哦，算算过了，就是牛肉锅贴是吧？嗯，要二两。来到南京
之后，很多人都说南京七家湾的锅贴非常的有名，但是我们查了之后，七家湾的锅贴发现七家湾是一个地名，但是现在呢已经拆迁了，发现七家湾有好几家锅贴都是非常有名，怎么说呢，打的都是七家湾的招牌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找到是一家说是在七家湾之前最火的一家，现在搬到打丁巷这边了。我们来的时候呢是上午的10点钟左右，因为不是饭点嘛，而且今天也不是节假日，就是这个屋子里面人还是特别多的。现在是10点钟嘛，这个呢是我们要的一份锅贴，这个是10块钱，是5个，是1两左右。它这个锅贴呢是3分钟一锅，做的特别快，而且一锅出来之后，就是很多人都在那儿已经等着了。一锅出来之后，可能另一锅还没做好，这一锅已经卖完，就是速度特别的快。这个锅贴它在做的时候，我发现就是用了很多的油，就是菜籽油倒到里面，因为菜籽油是黄色的嘛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锅贴也是跟那个有关系，所以做出来之后呢，就是这种呈金黄色的一样。咬了第一口之后，就感觉到里面的汤汁已经在往外流了，感觉到里面这个汁水特别的多啊。因为我看他那个用的油特别多，我就以为是那种比较油腻的，然后这个皮儿，但是吃到嘴里面之后就没有那种很油腻的感觉，这个锅贴的皮儿就感觉吃到嘴里之后就特别的酥脆酥脆的，里面的这个馅儿就是灌汤流油的感觉，可以看见。吃的时候呢再蘸上这个辣椒和醋，我觉得简直就是绝配了。真的特别的香。看里面的这个汁水。阿姨，您是南京的本地人吗？对。您吃的这个他们家这个锅贴味道怎么样？好啊，南京很有名啊，到这边来有事就顺便，哎，老头来，到这边来，顺便呢、啊，就来吃这个锅贴哈、啊。吃饭了，他们晚走，我们就在这边。嗯。